Stargory Asia 成立了两年，这个只是我们的起头点，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五年里面，我们可以成为全亚洲最受欢迎的免税店。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出席新州企业楷模奖颁奖典礼。It is our wish, the success stories of these exceptional business leaders who set great precedents for the local business community. We hope our Malaysian businesses will be able to take Malaysian brands to the global market. All winners, good luck, all the best, and do make us proud. And the first award we are presenting this evening is the Young Emerging Business Excellence Award.Stargory Asia Malaysia Sdn Bhd Miss Pang Sherin， 今天我很开心可以得到新州企业楷模奖的这一个奖项，我非常感恩 Dato Kelvin Q OE 杰青商学院，感恩全体员工的付出，然后还有就是每一个支持我们的顾客，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今天的 Stargory Asia。非常的感恩我的家人的支持，最想感谢的当然是我的老公，没有你的教导也不会有今天的Sharon Pang，所以谢谢你老公，我爱你。今天很荣幸的可以和一般团队一起来看我们的老板娘Sharon还有Stargory来拿这个新州企业楷模奖。老板娘，我们的红酒女王，恭喜你，我们都为你感到很开心。要恭喜 Sharon 代表 Stargory 拿到这一个奖，恭喜 Stargory， 恭喜 Sharon。首先恭喜 Stargory 拿到新州企业楷模奖，今晚很荣幸来到这个新州企业楷模颁奖典礼。恭喜我们的领导人 Sharon 成为得奖者之一。我也非常开心看到 Sharon 在台上领奖的时候，真是很感动，很高兴今天可以见证这个。Stargory Sharon Pang 拿奖的这一刻，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见证我的老婆拿这个新州企业楷模奖。其实很谢谢你，从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栽培到我现在这样子的成就，我很幸运的遇到你这个老板，谢谢你，我爱你哦。以你的学习态度，以你的魅力，以你的领袖风范，你是值得拿这个奖的 Sharon， 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未来，我们永远支持你。感恩我有幸 join 这一间公司，我相信过不久我们 Stargory 会成为全亚洲最受欢迎的免税店，希望 Stargory 大展宏图，越开越多分行，希望他在未来的这个事业上继续蒸蒸日上，大红大紫，发光发亮，加油。今天的一小步就是未来的一大步，我相信 Stargory 未来会走出光明大道。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老婆拼命努力跟公司打品牌，我相信 Stargory 会冲出亚洲，像星星一样的闪亮，谢谢老婆，我爱你。